10点的舞台上，欢迎楚然，这边请。你好，哇，太美了。大家好，可请大家好好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楚然。非常欢迎楚然来到我们现场。其实刚才我在酒店里跟你擦肩而过，想哇，谁这么美，一看是楚然。那今天也是穿的特别有年轻潮流感，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的穿搭吗？就是今天穿的是秋冬系列新款，然后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配色，它是撞色的感觉。对，而且它是把那个地球的颜色穿在了身上，对，感觉很青春啊。对，是地球的颜色，然后手上有一个粉色的包，我感觉像是地球上的一朵小花王楚然。那想聊一聊，就是你觉得 Ferragamo 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怎样的品牌呢？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匠心精神的品牌，然后在传承经典的同时，又在不断的追求创新，这样一个很有态度的品